你一个人留班下来的是吗？我的爱。我们是个中南。
活力、毕业气息、想象力的班级，满腔热血犹如野火压境，神出鬼没犹如暗夜的噩梦，让老师同学们胆战又心惊，整节课本要了我们小命。欢迎204班男子汉本色。就是艰苦的训练。虽感到一些危险，但是在身无分明之前，绝对不会停权。
2068的耐心哦。而我们不为人知的努力。